这些老病友子，上天不说，上天不说，我知道。
我知道了，是极了。我13岁，入了军中后，是老鲍教我如何在沙漠里寻水，如何在绝境里求生。 怎么做一个好之后？他常说，我是百年一遇的人才。他还常常说，可惜。 这一身本事，也无用武之处。我说，怎么没有用武之处呢？大家说好，接着算，再悄悄规定。 大家说好了，大家说好了，是结了，我好伤难过，他们。 怎么没了，十七？别说了，你想说的话我都懂，但你这次伤的实在是太重了，还好我赶得及能够见到你。 十七郎，你流了好多血，我拼命的抱住你，想止住你身上的血，不管阿爹如何来劝我，我都不肯放手，因为我怕只要我放手，你就真的死了。这几天。 我很担心，如果你撑不住，那我又该怎么办？<笑>